放一点，这上点油。对，加上它的扁皮料，它没有油，它们容易发，加的油都好得多。它这个不是有防翻条装置吗？这边没有。哦，扁的没有，圆的有。然后稍微高一点，它都。什么油啊？ 就咱那普通的机油都行。机油就行。那煸出来成品不都是油吗？对，皮料它就煸出来它都有油。那它后期怎么处理？这个煸皮料是不是不能开快？开快不是太好。 那边怎么不走了？打着打打。要后边拉的。